家好，我是香香，这个是我的今日变成我的老公的强强。大家好，多谢大家的祝福。咁你结完婚之后会即刻去做乜嘢？都会去一个好短短嘅 trip 嘅，因为即系我哋之前都有做过婚前辅导啦。咁啲牧师啊，同埋其他 friend 啊，都成日话即系 plan 一个 wedding 咧，系一个好大压力嘅事，同埋好忙嘅事。所以我哋之后一定会去一个 short trip， 跟住之后先再 plan 下一个 honeymoon 咁样咯。咁幾時會翻翻去開工啊？都快㗎啦。Lisa， 我想問今晚有請咗幾多嘅嘉賓？大部分都是屋企人啊，同埋我哋教會朋友，同埋我哋即係好多由細玩到大嘅朋友，咁都有幾個香港嚟嘅朋友啦。同埋其實好多屋企人都係可能Calgary 啊、澳洲啊、美國啊都飛過嚟，所以我哋大家都好期待一個好開心、好玩嘅 party。你班姊妹呢？都有嚟啊。邊幾個啊？今日見到狗狗啦，見到 Leon 啦，見到 Joyce 啦，見到仲有邊個啊？本身 Leon 都喺度嘅今朝。係啦，或者講下今朝嗰個喺教堂嗰個 ceremony 咧。是怎樣好簡單，是一個什麼形式來的？因為我們都是基督徒的，所以就一定要一定很想在個教堂行禮啦，所以就比較 private 一點，還有只是 invite 家人，還有可能由小玩到大的朋友和教會朋友，因為那些 space 呢有限，不是很大。今天有多少位啊？這裡几多位啊？都OK， 几多 ？Sorry， 300个人多啲。OK， 强强讲唔讲两句啊？讲咩？有咩？你冇嘢讲。Elisa 有咩好啊？表现佢嘅中文。太多嘢。Elisa 嘅优点啦，讲下。会取取。系咯。你系咪好好啊？系啊。定系好好好啊？好好好啊！加到呢个。你都好好好啊！好。多谢。